那你说怎么办？只有我赶到，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。可是什么？我不会骑马，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。 大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先去稳住霍老六，你们随后赶到。这位兄弟，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？5个。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？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，然后突然了一中马，就向我们开了枪。那你们怎么知道？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？是夫人大喊了一声“快跑”，话音未落，枪就响了。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“快跑”，是。这就对了。怎么对了？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，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“快跑”呢？所以我断定，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，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。 小翠，小翠，小翠，你张口一个小翠，闭口一个小翠。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让我怎么对证？我53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。如果53克钱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，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。
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。霍老六，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。为什么？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。好小子，算你有种。霍老六，你知道吗？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。 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，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，跟你算总账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。我本不想杀你，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，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？ 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，假的！哎，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！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！你少跟我来那一套！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？霍老六啊，霍老六！ 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？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、不问青红皂白，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。好，霍老六，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，那就请你动手吧。动手！ 作不改姓，我叫楚玉和。啊，你就是威震四方、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？女匪首，那是从前的我。现在的我，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，经过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的楚玉和。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？我劝你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 也劝你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，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？你说我是外人？我告诉你，霍老六，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，我和她情同姐妹。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？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，被解放军弄的。 霍老六啊，霍老六，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！你也说我有眼无珠？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，是正义之师、仁义之师，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？我说你是有眼无珠，难道还冤枉你了吗？那你说，偷袭小翠的是谁啊？是李维孔。李维孔。 李维孔是谁？李维孔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。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他害过我不说，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维孔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。
李唯恐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。小翠现在哪里？小翠，还有你的儿子小宝，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，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。真的？你可以拭目以待。报，什么事？夫人和少爷回来了，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。他们在哪儿？在大门口。 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，就像长了翅膀，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。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，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，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，不久便引花烛烟，喜结连理。 这次兵不血刃，顺利地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。你处于何？当属头功啊！司令员，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仅是个开始。百姿锄玉禾，可小分队的战士们。 发扬不怕牺牲，不怕疲劳，可连续作战的作风。他们没做任何休整，就又出发了。他们的下一个目标，冷水滩。你说什么？
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。解放军没开一枪，没费一弹，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。霍老六这个废物！大哥，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？谁啊？难道是楚玉和柏子？大哥。 果然反应机敏，正是楚玉和柏子他两人。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。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。老大郎金，现年53岁；老二郎银，现年38岁。这个是老三，郎同，现年31岁。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，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。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，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，所以他的口碑尚可。可是他那两个弟弟，也就是郎银和郎同，德行极差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恃强凌弱，欺男霸女，祸害百姓，成为这一带极大的祸害。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，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，拉起了一支武装。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。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，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。所以啊，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。猴子，我现在特别想知道。 楚玉和柏子，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？是也罢，不是也罢，这都是暂时的。大哥，咱啊，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。你把六姑、李维孔赶紧给我找来。找他两个。 干什么？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！大哥，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你有屁就放，别一天到晚的，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。大哥，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？自从这李维孔投靠咱们以后。 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，他就从来没有断过。这印证了那句"一步不顺，步步不顺"的老话呀。他李维孔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臊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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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臊
正是用人的时候，别挑事儿，啊！当然是有证据的。别的咱先不说，咱就说这李唯恐，他是跟着谁，谁倒霉，而且是倒大霉啊！啊，这可都是事实啊！他跟着罗克文，罗克文死于非命；他跟着楚玉和，楚玉和功败垂成，身陷囹圄。可现如今。 他跟着大哥您，他要是跟着我，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？
李唯恐，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？唯恐喜而攻听。我就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禾？唯恐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。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。作为一个女人，一旦跟了一个男人，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。我相信，楚玉禾也不会例外。再说。 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？本能。本能。对。渴望活下去的本能。你不抛弃他，你就活不下去了吗？绝对活不下去。怎么讲？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禾这个女匪首。他在我的身边，我不是引火烧身吗？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，顾奶奶，您这是？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，就该一枪打死你，抛尸荒野喂野狗。您不是也想让楚玉禾死吗？我是想让他死，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。 去那边吃点东西。好。干什么？别拽我！放开我！别拽我！放手！放开我！住手！谁？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好？
大哥，最近呢，我这心里头，正楚玉和百子弄的七上八下，乱七八糟的。你马上带上李维孔去侦查一下，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。大哥，带上他？对，带上他。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？ 二哥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老三，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？二哥，你可得替我做主。这咋了？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。小娘们儿，她胆儿肥了，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。 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打得过瘾吗？还凑合。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说你是侠肝义胆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，楚大嫂，又回来了。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？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、横行霸道，活该倒霉，让他们撞见了我。 大哥，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给……小娘们，老三，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的便宜才？活该！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？大哥，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！是啊，大哥，我像理不像人？你看看你，老二还有你，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？横行霸道，欺男霸女。 我这是聚义堂，不是妓女院。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。大哥，你说这样的话，我可是不爱听啊。那你爱听什么？俗话说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你身为大哥，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，这胳膊肘怎么能枉了你们？难道？ 你忘了你也姓狼吗？我姓狼不假，但我不是狼，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。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，不问是非曲直，这样的助纣为虐，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。大哥，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，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。
别以为我不敢！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，扫地出门那是轻的。 楚玉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？你问我，那我该问谁去？那依你的判断呢？我既没有判，更没有断，哪能啊？你是穷孝天的高参，又是神算子智多星。 你是沾上毛笔猴还精的人，要说你没判断，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？李维孔李先生，您真是过奖了。猴子再精，那也经不过您呀。孙子兵法云：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 闻李维孔李先生跟百子和楚玉和，那更是多了，更是朝夕相处，无话不谈。这说了解，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，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。我这不是虚心请教，不耻下问吗？ 非也，非也，怎么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您李维孔李先生，虚心请教，不耻下问，碰错人了。 敢跟老子扳手腕，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。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。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？没错。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，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。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。我想今晚，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。10点。 今晚10点，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。大哥，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？哎，不这样，我还能怎么样？我是怕你养虎为患。那你让我怎么处理？逐出山门，还是骨肉相间？我怕你遭到郎同郎姨的暗算。暗算？ 不至于吧？怎么就不至于？无论怎么说，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，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。他们有必要加害于我呀？大哥，你真是当事者迷呀！怎么？郎姨、郎同他俩躲在屋里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？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老三。 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？我不想忍，可不忍，又能怎么样？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，不是一个亲娘，都是一个亲爹，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？咱当土匪，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、大秤分金、大把抓女人？ 大本快活，老三，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、荷枪之弹药，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。大哥身为掌门人，他胳膊肘往外拧，不但不奖赏咱俩，反而
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，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。大哥，可救过我的命？他能救你的命，也能要你的命。二哥，您的意思是？一不做，二不休。 一不做二不休。 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？ 大路朝天，更好办一点。让人安逸。那好，两个小时之后，咱们还在这碰头。二哥，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，我尊你为老大。 老三，咱们是亲哥俩，谁当老大不懂，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、肉中刺给拔掉。我见过厉害的，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。一个小娘子对付郎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，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，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、狼狈不堪。可不是吗？当时我都看傻眼了。还有那个男的，一根筷子刺利剑，射穿郎三手掌心。 这个都是绝活啊！一个小娘子，一个对付郎家老三为首的五个，一个男的，一根筷子刺利剑射穿郎三手掌心，绝活。这莫非是楚玉和柏子？二位老哥，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？啊，二位不要紧张。 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，我非常感兴趣，想凑过来听一听。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，怎么样？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请坐